谁说现在的生蚝不肥？您看一下咱家的，就这样肥的生蚝。这么肥的生蚝呀，给几斤啊？给你八斤。我是你的粉丝哟，还给你加关注喽。真的假的？那十斤啊，就这样肥的生蚝，这也太肥了，配点蒜蓉的小蘸料啊。小妹小妹，你家的生蚝呀，又大又肥的，给朋友们几斤啊？给你九斤。我是你家的粉丝哟。真的假的，哥？是的呢。那这么肥的生蚝，还十斤啊？嗯。谁说永远买不到我手中的生蚝？你在咱家看到是什么样，收到货就什么样。嗯，就是这样的肥度啊，想吃吗？